kept waiting, then casually thrown away.虫，嘟嘟嘟，这里只有一个挂钩，这里也是有网，窗有网，这是后面的门，后面门打开，还有一点点的空间。懒惰手势，所以我没有打开。高度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应该是159吧，还不确定。哦，有两个小小的植物网，这里有窗口，窗口也是有网可以打开，很通风。然后可以卷起来，下面也是有这个很好，因为我之前那一个没有的卷起来。OK， 两个起来可以。然后这里有个通风网，这边有个通风网，然后上面这边有一个小窗口，就是外面的外围。OK， 我们先出去。然后这些边围那些车边的全部都，讲，它都有加那个防水贴，所以就可能就会防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。小窗口我没有打开。然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这一个要拉完，所以这个可以盖下来，这个要下地钉要下完了，因为我懒惰，所以没有下完，因为这样子才能遮到，不然会屁水。假设你看后面我没有下地钉，没有下地钉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下地钉会比较好，鼓励大家下地钉，因为如果下地钉下雨天的时候，这边渗水就弄到内脏。后面有个小窗口通风，通风是很好，里面也没有什么热。OK 啦，大热天气下这边，今天有点风，而且因为我在树荫下，不是树荫下，屋子的影子下，所以没有太热。OK， 下风绳一定要也是。然后这里只有来一 set 的那个门厅杆，这个是我自己在家的。如果你要再打开完全部四面的门还是床库的话，就必须买多几个门杆，这样子才可以撑上来，不然你就可以卷起来这里的收拾。然后还有很好的就是这个门厅这边这一个翅膀是可以打开的，翅膀打开后就有一个小天幕，所以一家四口不需要大天幕，只需要小别墅就足够了啦。